200个 million， 500个 MDRT， 100个 manager。没错，我们 YEG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在5年后完成200个 million 的 sales， 栽培500位 MDRT 和100位 manager。我们 YEG 是全马最多90后 MDRT 的团队，目前拥有32位 MDRT 和2位 TOT， 平均每2个 agent 就有一位是 MDRT。加入我们的话，你也可能是其中一个。Tristan， 你跟 Tristan 谈一下。Hello， 哎 ，brother，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，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，所以我们始终相信团队的力量是远大于一个人的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未来我们会栽培更加多 agency manager， 和我们平起平坐，共同完成我们的200个 million 的目标。我们 YEG 的三 L 系统 ，leader、leading、leadership， 已经让我们栽培了10个 manager 了。你加入我们，你会有更大的晋升空间。不然你跟阿基谈啊，阿基最近成 manager 了吗？阿基听电话啊，找我啊。Hello， 怎样做到 AM 啊？OK， 来，我给你分享。因为我们 YEG 是利用 NLP 心理学来做培训的。NLP 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就是生态平衡，也就是说 YEG 做的任何策略都是共赢的，这样的关系才能长长久久。YEG 利用 NLP 教练技术来培训未来主管，培养出更强的下一代。就好比爸爸永远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强大。YEG 永远不怕教会徒弟没师傅，只要你一天在 YEG， 你都有机会超越我们。关于销售方法，你跟福星谈。Hello， 我们使用的是 YEG 陌生拜访系统 5.0 版本。你等一下，我show你。我们会将生意人作为我们的目标客户群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是做生意的，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。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是我们的市场。这套系统已经让我们成为马来西亚最多90后使用陌生拜访最强的团队。你加入我们也可以是其中一个。那么，听这电话。Hello， 团队精神。YEG 不仅保留着互相帮助的团队精神。任何人遇到了困难，团员们都乐意给予帮助。全马都有我们 YEG 的 agent，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 manager 来替我们管理。所以加入我们，你不需要担心。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。我们是马来西亚最多90后 MDRT 的团队，在未来的5年，我们要达到500位 MDRT 和100位 manager。赶紧加入我们，成为 YEG 的其中一位精英。